妈，感恩拜托你，莫阁处处针对人心的好不？伊就是一个员工，我甲伊今嘛无咧交往，你讲会当就事论事啊？我就是就事论事，才会叫伊去做秘书应该做的代志。妈，你嘛知影，人心以外过关，伊袂当啉酒的。做头家本来无应该叫员工去做伤害身体的代志。那是袂当替主管应酬，是做啥物副总秘书啊？公司还阁有总务小妹，还阁有其他真侪个代志会当做。逐天家你安尼处处积极，有寿星通好大，有薪水通好领，看起来就是保养啊。你若是要用这款有色眼光，我嘛无法度。我干哪知影？人生已经尽到应该尽的责任了。以后我会把关，不让伊去参加这款无必要的应酬。我靠，这根本就是伊在你银行边奔风，叫你来跟我讲的啊！伊即马是以退为进来跟你写，你千万莫公公让伊看起啦。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来看待人性啊？哥仔，我个人是感觉，你对我较严格，我无多喘气尔，结果无比较，都无伤害。我看到宝珍阿姨这么尊重一老，甚至让伊家己无介意的媳妇过门，我就感觉我就悲哀。连你嘛提帮宝珍跟我比，我都是希望你会当做一个配得起永氏集团的人，会当做你爸爸上骄傲的后生，甚至将来不管安怎，伊嘛会当甲你疼入心。甚至袂当无你，以后你就会知影我安尼做对你的帮助有偌大。你敢若是用为我好这三个字，把我拔掉？小刺猬，保温瓶里底是蜂蜜水，让你解酒用的。你若精神，先啉一挂，加只袂食掉，胃食袂停。另外，这两天我会去台中处理代志，所以你唔免烦恼，看着我的解药，好好照顾你家己。我才袂加油，只是啉酒醉啦，有啥物通害着的？自以为是。阿嬷刚才得了失智症，即马咧住院，无你家己看到你病情就会较好，你袂唔管想疼你阿嬷对无？阿嬷，是嘞，你着暂时当作无我子孙，你一定会好起来。你的代志无你想到遮尼严重。妈找上好的律师替你辩护。我无需要任何人跟我斗相共，非得我已经扣角啊，就帮我做清楚咪就好啊。你免起来，放心啦，我袂欠你房间钱，我明仔载就去柜台捞。催催催，是唔捌看伊钱少，才过了千块，我颜色哪有可能提袂出来？哎，存折尔。妈，这讲就是，我骨头全部爱这大家。你咪感觉我真好笑，我就亲像家里翁仔，互你创治。卡数时间当倒腾。你电话红，我根本不爱跟你相爱，我根本不爱牺牲过你。
高小姐是阮家的客户，有这牛奶跳的料理包，今日是约好要来看物流设备。哦，原来是客户哦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坐来讲。多谢。仁心啊，你无替人客穿咖啡啊？我即马去准备。等一下。我这个人哦，口味是有较古某啦。我刚刚啉伊阿西的手冲蓝山，啊，搁有爵里的玫瑰花茶啊，另外还搁有雅尼克的舒芙蕾，所以可能只爱麻烦你去买者。葛小姐，啊，我叫人先去跑腿，你别认为我是咧给伊糟蹋吼。芙蕾，这本来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啊。后盖你要来进前哦，会用先甲我讲，我好甲你想要食的、想要啉的拢传我好势，卡袂你害我甲人客放的走去买物件，安尼就是嘞。等一下，我是足惊去啉到迄个酸咖啡啦，所以咖啡的温度尽量保持伫个58度。好，我知影。早餐拢买着啊。为家行转去公司，上少爱十分钟，安尼咖啡温度无多维持。我看我是坐车好啊。哪都无车啦。葛小姐，听讲恁姊妹啊两个袂合，啊，成为人生捌做过伤害你的代志，我真好奇呢。啊，这个过程到底是安怎？人生到底做什么代志，让你无欢喜？竟然会造成连做伙20几年的姊妹啊，到最后是一人行一路。喙齿甲喙舌拢会相夹，搁较安怎讲？我甲人生的个性完全拢无共款，哪有可能袂有定答？夫人，前几天我有看到新闻，我加减感受会到你对人生毋是真满意。你若是想要为我遮听到我批评人心，然后你证明你对人心的偏见是对的，那呢你可能爱失望啊！我是人心的姐姐，为何伊是我的天性？嘛对啦，啊人咧讲家丑不外扬啊，啊你甲人心脑壳已经断绝关系啊，啊这种见笑呆，你无愿意讲，我嘛袂感觉真意外啦。狐狸，这是你的物件。这咖啡还够有60度啦，刚才我提温度计来量看卖无？唔免这么高工啦，辛苦你啊，好好招待郭小姐。唔免同情我啦，讨厌我的人满世界拢是，我早就惯习啊。咱即摆当出发。走到龟山古关，就快起站。多谢。拄只胡林是甲伊讲啥？讲真多啊，啊，不过一句拢无听进去。迄日了细细了，无怪，无怪甲你袂合，连我都讲要一再袂掉。你袂安尼委屈你家己，伊要家己照考验是伊的代志，我才无遮尔玻璃心嘞。而且想要伫个外口讨生活，无啥物配补，就是甲做爱当作是磨练，食苦当作是食补。我若是无较坚强的，早晚互恁看笑话啦。凭什么我这么痛苦？你两个人出什么大事都无？凭啥？不。阿信，你完了吧？
想袂过，只有几粒氢气球，得到回两个连体婴，不良做伙。严胜元，我成家安尼，你嘛认会出来啊？无，我们两个人捌交往过。你想要创啊？想要帮恁庆祝啊？恁两个姊妹啊，互相爱遐尼久，今麦和好啊，啊我唔着。替你拍拍手，替你放烟火。你根本就是海鲜问。恁两个人遐尼论命，这两半拢未死啊！我哪有迄个材料害死恁啊？是讲恁两个人即摆唔那好好，搁连做伙安尼？啊，早知安尼分袂开，当初是安那买不甲买死买活的，甚至拖我落水，害我为一个社会精英。变做世界头王的通缉犯，恁两个人是来搞我整笑一下，啊是恁两个人自头到尾拢是搞我动作陪恁搬戏小丑。你别这里愤世嫉俗，今摆咱会变安呢？受伤不是家你一个？敢安呢？但是我看恁两个人今摆真自在啊！来，你想要创啥？你敢唔敢提走哦？送恁两个人气球啊！好，两个人敢想看卖我的痛苦？严胜元，你真正是起笑啊！你若是讲我袂来，你也无回头路。上无资格讲这句话人就是你，因为当初你三人当成你爸的房间时，我就已经无回头路啊。谁讲你无回头路？恁妈甲恁阿妈一直用爱甲包容在支持你，敢不是？伊一直在等你回去，谁做你都是满意，为着伊回去，免得伊吵再吵。别讲起我妈跟我阿妈。我安尼伤的心，拢是因为你。结果你无要无紧，才发圣光，害我无怨恨你。真的有可能？敢放开颜色员，放手！你创啥？你毁掉我的人生，还是无你感觉痛苦？我哪有可能甘愿？颜色员，你真正起笑，你也无第一根大心啊！颜色美，你受伤的血拢放手，放开！安怎？听哦，他就给我出来啊！严胜元，你今天停下，下放手！你已经把他打昏了。喂，警察局，我来报案，叫警察过来。突然间，你来叫是个无理的代志，太小肚了。你有倒位受伤，倒位会疼无？哈！我无代志啊，你的手受伤啊，我先带你去病检查。医生讲，烧烫伤的工作要认真照顾，若无会发炎。你别烦恼，这只是轻度烧伤，小可代志，几工就好。明明就足疼的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工作，安尼好无？手是你家己的，你无必要为着应付我就安尼讲了。我会甲你提醒，是因为拄则你是挡伫我的面头前才受伤的。我挡伫你的面头前二十几年啊。不管安怎讲，拄则真多谢你。家人爸爸有甲我提醒，伊讲严胜元的情绪已经失控啊，叫我注意家己的安全。结果。伊就出现啦！我看伊的情绪这么不稳定，尤其是伊看你的眼神这么恐怖，你一定要特别注意。伊刚才提起我，并不代表伊无关心你。我知伊真关心我，结果我煞亲手送伊去坐驾，伊即马应该就忘了。那安尼是你对伊也无啥了解，伊一世人拢无可能忘恨你，伊干哪会忘恨家己是安怎无法度得到你的心？有时阵我感觉伊真正足可怜的，唔知顶世人欠咱姊妹要偌济，一世人现到遮尔辛苦。你是咧笑啥？
咱已经足久无安尼讲话啊。拄则我感觉咱敢若等于甲过去同款。